可以咁樣嘅，你就係咁樣咯，即係唔可以咁啊，我做唔到呢個動作出嚟。你得啦 ，Have I told？ 佢有嗰個感覺，你就 Have I told？ 你諗下喎，得唔得 ？OK， 都係啲人唔係好啱呢個 style。你都係唔好打啦，你要諗下佢，一係變咗個 style 咯，因為之後你仲會大家會幾麻煩嘅 style。Ready 啊 ，ready， 要咩先嚟到啦？咁你要留意一下，即係嗰個嗰啲 touching 啦，得唔得 ？OK， 都係嗰期我禮拜大爆，即係冇 lesson 咁犀利啊，都係有啲嘢唔使咯。你而家係 keep time 啊嘛 ，keep 多啲 time 啊 ，OK。同埋啲 hard hit 咧可以 half 都夠到，即係如果係要 open hard hit 嘅話 ，OK， 咁亦都係啦。我諗暫時咧啲人行 set up 嗰啲位咧 ，present 到啊 ，present 都個 idea 都唔係好好，未有好好。睇下先，第一個intro 入去 A 都係冇乜 idea， 係嘛？你見到個 present 到就好唔知點做，其實唔一定要成個班做嘅事，係咪先？係你有時可能你打個 rhythm， 你個大事，但係咧你諗緊嗰樣就得㗎啦，可能。係你諗啊嘛，唔一定要做好多嘅嘢先叫彈，即係睇你通你琴晚唔一定要彈啲吉他先叫吉他好勁噶嘛，以前就係啫，係咪先？好興啊，一路篤線試吉他啊，篤線咁你就覺得好勁係嘛 ？OK， 即係你諗下點樣 design， 你聽一首我呢樣嘅歌都係㗎，好簡單嘅 ，OK， 你諗下。